南投县113年度社区评鉴正式开跑，全县共有27个社区参加，县府评鉴小组首站来到草屯镇敦和社区，社区充分的展现团队凝聚力，由社区环保义工、关怀据点长者、据点厨房等各志工团队成员，以自己动手做的装扮走秀方式出场，高龄90岁的阿公阿嬷也粉墨登场，介绍展现社区推动成果，活力十足。奖金优等有20万，甲等有12万，所以去年有拿到12万，可能尝到甜头，所以就一直想要再拼，因为我们12万就是领据来就可以拿去当绿色可以用，所以都不用核销。其实今天真的很感受到我们的这些社区伙伴非常爱社区哦，这个走秀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哦，然后真的是那个目不暇及也看到我们这些长者大家许多来小区参悟就快了，这就是咱小区的这个发展的目标啦吼。你关键点就给出一份了，因为那是给太多小区了。我们还有社区之歌的吼，不管咱小区咱爱乡土爱这个诶小区的感情拢唱里啊，对。啊，我感谢我们这个二胡班吼，哇，我们的演奏都是现场演奏及配乐吼，非常非常。对吼，我感谢咱敦和的用心啦吼。咱去年咱就伫遐外口，搁有看菜园啊，啊，搁有看搁有建筑啥吼。啊，今年真正是完全不一样哦啊，嘛希望吼咱今年的评奖吼，会使得到好成绩。社区理事长李秀云于简报时指出，该社区除了参加草屯镇小旗舰计划外，平时亦办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有敬老活动、老人送爱活动、预防延缓失能失智、健康促进照顾等，并办理儿少福利，开办时代融合、轻盈共学，结合辖内敦和国校，提升轻盈间的沟通合作，公司协力善用社会各界资源与合作，照顾妇女、生长福利、社会救助等面向，持续的推动高龄志工方案，办理社区成长教师活动，推展社区全民运动。那我们福利呢？福利首先社区就是老人福利嘛。那关怀据点呢？我们从107年从一个时段开始，慢慢的累积，到了112年呢。我们现在是10个时段哈，那我们现在是慢慢的这些年来慢慢的累积，也把我们的量能提升了，逐渐的茁壮了。所以呢，除了那些活动之外，我们也非常注重在心灵的陪伴这一区块哈。像我们那个梅阿姨哈，她先生走了之后，她每天在家就是以泪洗面的哈。那我们就请她来社区，那来社区之后呢，她就是每天发挥她的专长哈。就发挥他的专长，所以每天呢都过得很快乐哈，就不会在每天在家里就想着他的先生哈。那我们的活血功呢，是从我们开始，可以说是从我们据点开始就一直在强调的，每天长者来就是一定要一个小时的活血功啊，来看看这个脚有没有抬得很高。哎，这拢真诶呢，这不是讲为着要翕相，才叫人压才悬的，因都是有在了压才悬的。哎，而且不靠背的哦，不靠椅背的。啊，还有我们这一位出资大姐哈，对，我们每天是校长来带哦，一个小时。另外呢，校长都还增加了什么激励训练，所以大家卡脚在球脚馆了。我们这个出资大姐哈，伊迄阵生病了，拢坐轮椅来社区，即卖呢足健康的，听啊，七刀啊、七力啊、扫涂啊，大行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说来社区哈，不但把身体养好了，而且那个精神也很好，每天就是很有活力的来到社区。评审委员认真的翻阅社区的档案资料，包括财务、老人关怀案件和弱势家庭辅助、社区营造、特色文化的建立、未来发展方向，并且针对缺点和不足的地方提供建言。主要爱看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叫社区共生。我们现在都有动员我们的社区的居民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人数也越来越多，慢慢看到社区凝聚力已经有一个雏形了。第二个部分是叫跨域公司协力，这都是比较资源的运用。刚才跟我们的陪审志工就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加发酵协会，就是我们的厨余的再运用等等的这个部分。
啊，这咱慢慢拢知影要安那用资源。啊，咱办顶酒的时阵吼，啊嘛，足济不同的单位甲咱赞助嘛吼。啊，我大家问讲，啊，总有甲咱赞助啥吼，佫讲袂出来吼。啊，这拢咱拢爱留下记录吼。啊，这记录爱对称。啊，唔过咱已经有资源运用能力啦吼，知影要安那公司协力。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数位科技能力的一个提升吼，就因为咱的职工吼年纪拢有较大吼，啊，在接轨咱未来的智能社会吼，诶，速度有较慢，但是嘛拢有展现基本的雏形啊。哦，在我们社区中吼，咱会做人文地产型盘点嘛，啊，重点是要安怎用。哦，运用的部分，啊，咱慢慢开始拢有这些能力啊，然后政府支持一个部分啊，大家拢要挖政府，政府一工嘛会到，哦，啊，咱民间的能力无穷，哦，咱就要去资源运用哦，这个部分，我的建议事项就是，哦，未来在整个全国啦，哈，各种社区评鉴咱的资料，上好拢是甲数位化，啊，那数位化，咱就唔免阁用空间吼，伫啊底。有的没的，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调阅。评鉴委员认真地听取该社区的简报，了解社区办理情形及工作内容，在进行书面审查后，并与社区做意见交流。社区的居民凝聚力与活力受到评审委员们一致的赞赏及肯定，希望借由评鉴让社区充分地了解评鉴工作，掌握关键。我感受到我们有老少共学啦，老少共荣啦，这个部分呢，啊，一般呢，啊，这种共生的概念呢，哈，渐渐呢，能够呈现出来，这实在是就不简单的哈，啊，我想哈，我们值得肯定的部分呢，我想呢，我就不要讲太多，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这整个的部分呢，是非常的深，而且非常的广啊，当然我也是期待了哈。期待我们有一些必须要可以能再增加的部分哈，啊，特别哈，咱的咱的中辈服务啊，啊，实在是做了真好，啊，而且呢，咱买单哈，看到讲有长辈志工啊，我想哈，可能哈超过三分之二哦，超过三分之二，啊，这款的服务呢，实在是叫珍弥足珍贵，尤其哈。即嘛马上吼是超高龄社会了哦，超高龄社会的时阵哦，20%以上的老人人口呢即将会出现了哈，那你小姑17%啦，算是还算年轻一点，但是我们的长辈呢愿意来提供服务，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麻烦哈，那你们统计志工人数的时阵哈，该统计讲哈。啊，到底有偌济是65岁以上诶志工？看几个哦，这是足特别的，因为哈老老服务，这是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哈。针对发掘隐性独居长辈的部分，评鉴委员也提出建言。50岁以上的中年人更有社会历练以及时间上的余裕，是志愿服务的主力军，种种趋势都完全翻转过往老人需要被帮助的负面刻板印象。年长者不是社会的负担，反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稳定力量，希望有更多首领人口从事志工服务，特别是初老服务老老。另外一个部分呢，我看到我们有对独居老人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啊，不过呢看起来好像只有5个，我想我们的独居的老人哈，可能有一些隐性的独居老人啊，隐性的独居老人就是说呢，可能呢啊身体啊因先生哈身体较歹啊，已经失能还要照顾啊，这种呢虽然是两个人一起居住，他还是算是独居老人哦。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内测独居的老人有，全国哦哈，有50000人，但是呀，独居户啊，这你知不？68万户，全国有68万户呢是独居户哦，老人独居户，结果我们目前内测的老人只有5万个人，那虽然你可以看到这个独居老人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哎，只有列册只有5万人，然后没有啦，不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哈，能够
对于独居老人的这个部分的需求呢，能够有一些了解了哈。啊，我感觉这个部分啊，咱已经有咧注意啊，啊，针对这个部分会当好提供一寡服务呢，我感觉可能会真好哈。啊，过来呢，咱的会员哈，啊，其实咱人这么多啊，咱的会员57个拜托的，咱这些哈。长辈啊，咱即个迄个啊，即个啊，志工吼，来当啊，来加入即个会员吼，安尼吼，咱的人数吼，会员的人数其实有代表一个意义的，那个意义就是说我参与在其中，钱我有交吼，我200块、100块不要紧，来当参加吼，即个啊会员人数那是有帮助的。社区人口约8000人，是草屯镇第三大里。不论是社区福利化、儿少陪伴和老人关怀等，都做得相当杰出。借由发掘村庄人才，发展社区特色，并且用心照顾，促进老人家的健康，各项表现受到肯定。期望能够在评鉴中获得好成绩，也让各界看到社区的实力。社区的长辈非常的用心，那利用我们的走秀，那每个人盛装的一个打扮，走出我们敦和的一个自信。那我相信说这一次一个评鉴对我们社区来讲也是非常一个大的一个鼓舞的作用。那每一次的社区的评鉴，我相信说对社区来讲能够检讨一下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或者说有哪里需要修改改进的地方，透过我们每一位评审委员来做一个指导，那对社区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改进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社区非常的用心，理事长在带领我们的社区，尤其我们的敦和社区，不止我们的这些课程安排得很好，现场有我们的还有我们的敦和社区的一个国乐社，那这个也是我们敦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希望说每一项的一个加分都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在社区里面能够做一个在地老化，能够让我们的社区更进步。所以在这里也希望说我们今天的一个社区评鉴能够得到非常的一个优异的一个成绩，也能够希望获得到我们今天评审的一个肯定。那我相信对我们整个社区来讲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鼓舞作用。社区居民全体动员，以各种多样形式呈现社区多元成果与活力。出席的县议员蔡明轩及嘉宾们一致表示，在历任社区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整个社区展现令人刮目相看，也希望该社区的努力能够获得委员们的肯定与鼓舞。好好来吼，甲咱的社区来做一下鼓励，吼，会当看到咱这时段吼，甲因平常时上课吼，啊都诶准备吼，啊上课的课程拢展现出来吼，就是希望甲上好的一面吼，等候咱的评鉴委员来看，啊嘛希望委员继续甲咱的社区、咱这志工啦、辛苦的理事长吼来甲鼓励一下，吼咱的社区吼，敦和社区当愈来愈好吼，啊都甲用心来照顾咱的时段。我们每个月呢都有庆生趴。那个我们双雄三职工，哈，义工80岁，第一遍过生日就是在咱社区，啊，咱社区这样逐个月拢办些生日趴。那敦和国小就在我们对面，我们赖校长非常的配合，非常谢谢赖校长哈。哦，咱所有活动，我们想到敦和国小的学童，校长也想到我，所以我们都互相的配合哈。所有大型活动，学校都跟我们非常配合。县府鼓励社区参加评鉴，了解自己的优势或不足之处，借由委员的辅导建议，能够越做越好。民意新闻洪一伦专题采访报道。